development of self-confidence. That is a beautiful thing, truly. It was all around. Everywhere I looked, it was there. Now I blankly stand, and I wonder where the magic's gone. Is there a reason why I was leaving? Did I stop believing? No, could it be true? Now I just hope that one day it'll come back and make everything new. Ooh. Okay, 我跟你说，我今天头发超爆丑，所以我先用一个冷帽挡一下。那二月中就是情人节了嘛，那虽然现在距离情人节还有一段时间，但是今年呢比较不一样，我想要做一点比较特别的东西给伊恩。说真的，其实我跟伊恩都不是那种很会送对方礼物或是在这方面仪式感很强的人。我们在一起今年就要满第五年了嘛。Oh my god， 我的青春。但是我好像真的没有什么习惯，就是要送别人东西这样。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叫做 Love Language， 其实也算是一个心理测验嘛，或者是一个人格分析，就是说，对你来说表达爱的方式的那个排名是什么 ？Words of affirmation、quality time、physical touch、acts of service 跟 receiving gifts。那因为我们在远距嘛，所以基本上 quality time、physical touch 跟 acts of service 是不存在的，所以今年就想要去手做一个小礼物给 Ian 这样子。天哪，我真的是很贴心，怎么办？我被自己感动到了。那出门之前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戴的饰品儿。那这个呢是一个我自己之前也氪金买过的一个 brand， 叫做 Ana Luisa。 那我们从戒指开始讲好了，这个戒指叫做 Michelle Signet。 Michelle 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YouTuber， 然后他那个时候推出这个系列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eyeing 很久了，但是因为它是绿色的嘛，我就一直在想说，哦，绿色会不会很难搭配到我日常生活。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是一个 statement piece。 我后来发现我穿这样子比较素色的衣服，不管是深色或浅色，其实搭这个戒指反而整个人会看起来很 put together。 我最近买戒指的趋势比较不会买那种太花俏的款式，它要么可以自己独当一面，像是这一颗就是Bang， 或者它就是要有一个很强的搭配性，就像我手上的这个叫做 Alex 的 Crossover Ring， 因为它的设计很简单，所以其实你单单戴或者是有一些其他戒指去叠搭，都会层次感都会很不错。就是他们家戒指还蛮 true to size 的，因为我不是很确定其他戒指的尺寸计算方式，但是你可以上网找那个对照表。再来，我们来讲讲耳环。我今天戴的这个耳环叫做 Toda， 然后它是一个 double hoop 的 earrings。我最近没有到很喜欢那种垂吊式的耳环，反而我喜欢这种小小的 hoop 或者是一个 stock 的耳环，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就整个人比较利落。这个你可以看到它是一边原色，然后一边有带小小的钻，我自己觉得它是带有一点知性的感觉，就像我一样。下一个来讲我的 bracelet 好了，这个 bracelet 的名字叫做 Sacha， 它的颜色我觉得比较不是纯金色，是有点淡淡的金色，所以它是一个搭配性极高，然后看起来很有气质的一个首饰。最后呢，想要介绍两个。我现在身上戴的这个，它是一个 initial necklace。那因为我叫 Cynthia 嘛，所以我就选了一个 C。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衣柜的必备款，它不会这样子 bang 在你眼前，但是会帮你的 outfit 加到分的那种。下一个也是我很喜欢的项链，这个名字叫做 Willow。然后你戴这个呢，就是你不用叠搭也有叠搭的效果。但是如果你今天穿一个比较贴身的套头毛衣或是衬衫的话，我跟你说，我试过戴这个超好看啊。另外 ，Ana Luisa 还有一个小小的优点，就是他们的包装啊、packaging 都不会太泥花，就是太浮夸这样。他们的饰品袋都是用那种很厚的帆布材质去做，你那个纸盒打开它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多余的包装。那以我自己做顾客的经验来说，我觉得他们家的性价比其实是蛮高的，包含它的 quality、它的设计，我觉得都还蛮 impressive 的。加上他们常常跟我很爱的 YouTuber 合作，所以我之前也常氪金自己买。因为情人节快到了，所以他们最近网站上面也有做一些蛮大的折扣。我刚上网看，觉得，哎呦。那如果最近有人有兴趣想要入一些新的 accessory 的话，我觉得都还蛮值得上去看看的。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的资讯栏，然后如果兴趣的朋友就可以去看看啦。好，那我们现在准备去工作坊 ，Let's go。Skater boy, skater boy, why'd you pick up and leave? Skater boy, skater boy, look what you done to me. I am not a toy that you can't just play with. How all of a sudden you acting jaded, oh. Keep it on the low,
said that you just wanna keep it casual. No, can't believe I did. Fell for you, the virgin inside my head. Deja vu had me thinking of you. But the past is a past, glad that it's all news. Riding around on your board with your angst and your issues. I guess they scored on. Skater boy, now you're gone, I'm carefree. Skater boy, you were no good to me. The way you strung me along and I just took it. Can't believe you put me through all that bullshit, oh. Keep it on the low. Said that you just wanna keep it casual. No, can't believe I did. Fell for you, the virgin inside my head.溜来找 Serena 玩。今年我完全没有参加任何的年宵，我今年就是要认真的逛年宵。今天买了饮料跟可送给他们。Say bye bye。我觉得你们应该会忙到还是没有时间吃。我想说今天才第二天，然后我们昨天。我这几天连续只睡了两个小时，然后现在早餐都还没吃，所以这就是我的早餐、午餐还有晚餐喽。赶快，我现在立马吃，现在立马吃。我们这边呢，现在是一个现场的 skincare consultation。好了，公转猫，一个月之后 Witty 就会美美的，希望这样就可以有男朋友。出铺了吗？看到笑死人，跟我玩模样，那个真的叫胖胖胖。咁呢个咧，其实一下给你而已，不要浪费了我 pro 的。真的是有点过分了。都是我，你有发现我跟昨天是穿同一套衣服吗？怎样？你没有洗澡是不是？你没有穿衣，你没有洗澡哦？我有啦，我要回家。只是我懒，所以我穿同一套衣服。你要不要说一下你从昨天到今天花了多少钱？大概9000吧。我刚刚从大干爹回来，给你们分享下我的战利品。怎么说？去市集不带点战利品回来，总觉得心里有点空虚，对吧？我今年有一个小小目标，就是要去所有我能够去的新年市集。第一个是一个类似像扩香石的东西，哇，好香！这样的小盘子。那我现在想，我想象中呢，就是把一些比较常用的这些戒指啊，就可以这样子摆着，然后早上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拿。然后另外店主有在送我一个这个害羞熊，其实这样子也蛮可爱的。我第二个买的就是这个咖啡。那因为我很常在家里自己做咖啡嘛，所以我很喜欢尝试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咖啡豆。哦，好香！这个品牌叫做 Mate Coffee， 然后这是 The Pianist。Premium House Blend， 我现在闻的时候觉得应该是我的菜，就期待来试一下。再来呢，不算是我买的，但是一样也算是战利品之一，那就是我亲爱的 Serena， 她真的是我觉得我认识的女生里面真的是，广东话就是猴累，对，
因为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很干，所以他给我一个保湿放题，还有一个毛孔清道夫的面膜，那个小黄瓜跟 lavender 的面膜。接下来这两个是 Serena 自己研发的产品，我觉得超厉害的。因为他以前有很严重的 acne 嘛，所以他这次出了一个 acne purifying cleanse popo， 然后这边是一个 acne control toner。我如果不乖乖用，应该会被 Serena 讨厌。把成品领回来了。啊 ，so pretty！ 哇，比我想象中好看呢。我还调的颜色是比较偏这个 Tiffany Blue， 然后透透的感觉。另外一个长这样子，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大家如果听到旁边有噪音的话，是因为我在烘衣服。它好像比较适合这个，因为它的房间有非常多的植物。好，我现在来写卡片啊。这个是我在 Halifax 的时候买的一组明信片，然后我再看要哪一个。我觉得这个好像比较像我，对不对？我真的已经非常非常之久没有写过卡片。很多人跟我说觉得我生活很有仪式感或什么的，但是在感情这方面呢，我跟伊言是完全没有仪式感的。除了我们第一个周年纪念，我不是有飞去日本给他惊喜吗？那一次之后其实真的很少，包含双方的生日、我们的纪念日，然后情人节，我们真的基本上没有。我们真的不是那种会 plan 的情侣，就真的是 text 的时候说一说，哦，情人节快乐，哦， happyanniversary， 然后就这样子，我们非常的淡薄，而且重点是我们双方都觉得很 OK。可能是我比较懒吧，所以我真的也觉得也没什么。然后因为懒，所以也觉得不应该要求对方太多。那今年我是很有心的，我是手做礼物，大家赶快给我拍拍手。已经去把东西寄给伊恩了，然后我希望他会喜欢这个礼物。当然他必须要喜欢，他不喜欢的话他就最后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如果大家对于我在这支影片里面有提到的 Ana Luisa 的视频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自己上网看，我觉得这次的折扣幅度还蛮大的，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趁这个机会上去逛一逛，也希望大家可以挑到自己喜欢的视频。这个是题外话，但是我刚刚思考了很久，说我到底要不要跟伊恩讲说我有寄东西给他。后来呢，我觉得如果我不跟他讲的话，他应该就会完全收不到这个包裹。现在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惊喜可言了，就是 it doesn't work。Just
doe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re